够大的呀，这学校。我们在这干嘛呢？等一下，是不是一个一个去别的房间问你要不要饭、啊？哦，对对对对。我想问，想问。好。等会儿，这俩人突然间他俩站起来了。为啥你俩从选重样的就一起走了呢？竞争下一层。哦。太主动，太主动。你有问题啊？那么主动啊？我没问题。阿信会不会有身份啊？已经有都有可能，因为他们是音乐人。包括周深，他们本身就是在那个。周深是我们严重怀疑对象啊！你们上一次就这么怀疑我，没怀疑错都没长点教训吗？他很像黄鹂鸟哈，是不是？唱一个吧，黄鹂鸟。我只是个人，我觉得肯定会给你身份的，真的不是，我肯定是爱乐者。你们心中有没有想要转或者不转？太爱音乐的人肯定会转，我肯定是那不转那个。你转吗？你肯定得转，为什么？他不用转，他转不了，他不用转，他本身就是。他转不了。黄鹂鸟不转。他不用转，他本身就是。他就是。我不是黄鹂鸟，我不是黄鹂鸟。你看多像黄鹂鸟，叫的不好听，你还说你不是？你这样要变尖叫鸡了，黄鹂鸟。你们两位的身份是长期潜伏在无音乐协会中的爱乐者，代号蜗牛与黄鹂鸟。我应该就是那只鸟吧？你是蜗牛。我不太适合这种太聪明的角色，我先走了。二选一，怎么又选错了？我害怕当鸟啊。我是这个吗？我是哪个？我是这个。还有，哇，还有蛮有气氛的哦。请坐。你现在的身份是无音乐协会的会员。是。如果你想要选择加入爱乐者阵营，你需要向我上交1200阿币作为转会的费用。好。你目前的总费用是2910阿币。啊。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是否要转会。转。你转会之后要在你的名牌里贴上爱乐者的标签。爱音乐，我是爱音乐的，好吗？你目前持有的阿币数是2150。如果要选择加入爱乐者阵营的话，你需要上交的转会阵营的费用是1200阿币。这么多？逗玩呢。所以请你思考一下并做出你的决定。那真的是统一定价。我只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是不是？是的。我要加。你要是太贵了，你签吧。没得商量。那我真的就是那确定了啊，就这么多了。我先问一下，转会需要多少阿币啊？1200，1200阿币，我都不够。但好遗憾，你的钱不够，所以你只能继续留在无音乐协会里完成你的工作。好吧。哇，好恐怖哦！为什么像是和恶魔在交易一样？请坐。我转不了。对，我可以问一下转会的话要多少钱吗？要转会的话需要向我支付1200阿币。哦，所以这个信息你还是要知道一下。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都不会转吧，转会费可挺贵的。哎呀妈呀！我天！你转了吗？我没有，我钱还也不够啊。我是480+300，不够。我差20。你是想转是吗？我没想转，我钱不够。你相信我吧。嗯。相信，相信。不是，是好，是不相信，是不相信。我也相信你。嗯，对，反音乐人士是会员，嗯，由于囊中羞涩，不能转会，对吧？嗯，好，
以我俩的这个情况，不是我们主动的过来撕的，撕我俩，然后我俩再走在一起，就更几乎不可能了。有点进阶那意思，就是我俩合体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合体。你俩干嘛？我俩结盟了，我俩今天把擂台摆在这儿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那来，你跟我聊聊。我跟你聊聊。走走走走走。你转了吗？没转，都是反音乐协会。现在，我现在的推断啊，就以我的逻辑分析，那我觉得呢，就是说，至少黄鹂鸟和这个蜗牛里面，其中有一个必然是能撕的。对，我也觉得肯定得有一个。我也这样分析过，就是按能力值来说。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是那个黄鹂鸟和那个。烧饼跟我说了一个事情，是说他还在反音联盟里面。他说他两个钱都不是那么多，可我觉得是不是会有另外一个玩法，就是他既然知道自己是黄鹂鸟或者是蜗牛，对，他也没有必要买，他就没有必要买任何线索。对，他只要藏自己的身份才是最重要的。也有可能。我觉得我俩说的呢，就说到这就行，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是个。我是个平民，平民，我俩这种音乐黑洞转过去也没有什么意义，好吗？但我热爱音乐。我知道，我也热爱音乐，我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，还有一个热爱音乐的地方。再见。先找人结盟，要不然狭路相逢。我只讲一遍，我不骗人，因为我现在要拉人。那比较安全。我是爱音乐的。你真的爱音乐吗？是。看我干嘛？我也爱音乐。好，可以。所以我们是好朋友。希望不要偷撕我。我是拿出我的信任。我也是很真诚的人。好，我们先去看一下那个好不好？那个。哎呀，那个。先分散一下吧。我相信你啊，但是我走。OK， 他真的好可爱，给我玩假动作。我不是说好我要躲吗？我为什么又在外面慌了？我说不要。达格，周深，你跟我说句实话行不行？你是不是黄鹂鸟？你是啥呀？我真不是黄鹂鸟。你还不说真话？我真不是。你是啥，沙哥？你是不是？你是不是爱音乐的人？你是什么？我爱音乐。你爱音乐？你是骗子。我真爱音乐。你骗子。我发自内心的爱。你的表现一点都不爱音乐。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再爱的东西。你真爱音乐。我爱。那我这是什么？我说我爱完你又嘲笑是不是？你又嘲笑？你真爱音乐吧？你真是爱音乐的。我真是爱音乐的。你真是爱音乐的。我真是你。我是蜗牛。你刚这不猜到了吗？因为我猜到你和蔡徐坤了。你真的是，你就没有骗我吗？我没骗你。另外一个不是蔡徐坤。你真是爱音乐的。我真是，我已经叛变了。另外一个是烧饼的烧饼。我会不会被骗呢？观众朋友们，观众朋友们，观众朋友们。那我说一下，你知道谁是会长？这不知道，我猜有没有可能坤坤是会长？全是键盘。第二轮他一下能四个键盘，太可以了。有点道理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再轻信别人，我你是可以信任的。那我们分开走。你还有钱吗？我有啊，我又没转，我当然有钱。别人对我的期待，我还是不能辜负。我还是要坚定自己的立场，还是继续在这个反音乐协会吧。我实在不忍心。真
个人总要有点信任。我就是这么容易相信别人啊。Hello。Hello， 你在干什么？啊，我在逛逛这个校园。你转了吗？你转了吗？我转了。你真转了？我真转了。真转了吗？真转了。花多少钱转的？1200吗？你老躲我干嘛呀？咱聊会儿天儿。装的一副没事心态，你刺探人心呢你。我告诉你了，我转了1200吗？是不是1200？各位成员请注意，兑换商店已开启，请大家。